不去。咋了？不挣啥，不缺啥，你这样的。不买东西哟。不买东西。我钱，你少啥东西不？不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楠楠。今天我们这儿集呢哈，柳根双面好像都有集。今天去凯集啊，到那儿看看缺啥东西不？骑上俺家的新的小电轮。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。哎呀，这个大娘卖真是到集上了哈，今天集上可热闹了。上这儿来买几双拖鞋啊，因为天冷了嘛，给家里人都安排上。男士的要一双42的，然后女士的两双39的吧。然后这双能不能穿一穿？哎，中。这个给俺爸穿，这个给俺奶奶穿，然后这个吧给俺妈穿，最后给小瑞挑了一双这个。买完了，买了一大兜拖鞋，走吧，咱。赶紧给他回来了啊，那儿车可多了，挤不过去。鸭场又上大溜了啊，忘记了，又中三级了啊。我买的这拖鞋，这都冬天了，都总穿凉拖鞋不中了。对了，该买的一人买了一双。一会儿让你吃吃。我不要，那不懂教人呀？有，我有一双呢。你那双都不好了吧？我看着都有，给俺爸俺妈亚瑞都有。要买那些？你是这个颜色。等洗完脚了都穿它呀。别穿凉快了啊。洗完你试试。我的裙子大，正好。正好。我知道你穿多大码，买的好大。你看得带劲。拖鞋也好脱，是不？不能。不能都是花钱。那不花钱，那咱得暖和奶奶。不拉我花钱，别花钱，跟那孩子花钱的人多。买啥都穿的正好。知道，因为岁数大人他们都希望这个宽松一点了。妈，你妈妈是俺妈是爷爷是，你看能穿毛走买来湿的，我就买来。正好不吗？正好。正好是不？正好都中棉乎乎的不？妈给，这个颜色是俺爸嘞。俺爸穿42码鞋是不？等晚上了，给老爸吧。这个是亚瑞的码。我有码，我有鞋，我有两双了，我给他亚超都有。这恁都，俺爸也有了，俺奶奶也有了，你也有了。这不用穿两拖鞋了，是不？给艾瑞放床上吧，新鞋哈，可以放床上。饭做好了哈，有烧饼，我从集上回来的时候买了2兜烧饼，然后有菜，一会儿咱就吃饭了。